第八 TV 游戏频道在上海海怡数字影城为您现场直播的盛大游戏龙之谷 DWC 全球总决赛，我是主持人卡喵，坐在我身边的是刚才为大家带来精彩解说的幸福。好的，那么同时我们也感谢索尼媒体记录能源部、罗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王老吉、迪瑞克斯等部门与品牌对于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广告之后我们是又回来了，刚才在这个后台有碰到中国队的这个妖精的尾巴的成员啊，刚才我跟这个莫玄君说要加油哦，因为接下一场比赛是这个由中国队出战的嘛，所以我就是在后台也是给他们加油打气一下，就是有妖精尾巴代表我们中国队出战呢，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成绩，对吧，也是代表我们的荣誉。那么这个讲一下刚才比赛好了，讲一下刚才比赛，我们简单的刚刚新加坡对阵印尼的队的比赛，总的来讲印尼的队伍他们印象当中就是他们的那个祭司，他们祭司跟祭司对内战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个天堂审判的一个转折点，直接拿下直接拿下那一局。但是他们虽然第一场全面的输掉了，但是二比二扳回来了，对不对？去对就是抓着对面的那个工程师的那一个缺口，打开这一个缺口，那么顺利拿下第二个回合。那么在第三局的全面战过程当中，也是没有意想到，没有就是说意想当中。意料之外的，就是用计时来计时打内战。然后好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方的是中国队出征的三名成员，我们可以看到是莫玄、伽马，还有中国队游侠莫玄。中国队加油！好的，可以看到莫玄也是非常帅气啊，现在已经感觉上是已经准备好了。淡定啊，脸上写的淡定，来吧。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伽马祭司，我们中国队的祭司。他打招呼的方式很特别啊，就眼睛给你抖两下，是吧？对对对对对，非常的可爱。我一直没有意想到伽马是这么萌的一个萌汉子。说他萌，他还卖起来了。中国队的战神释然。也是 很在国服非常有名气的一位这个战神选手了，也是希望他能够在此次比赛当中能够越走越远，一战到底吧，希望是的。中国队这一次应该也是势在必得，应该是没有太多问，我觉得以他们今天的表现应该是没有太多问题的。是的，希望他们能够维持上午的表现。好，接下来我们对到是韩国队的三名选手。好，他们的贤者，这应该是他们的什么，应该是，哎呦，好像两个人长得有点一样，感觉好像有点分不清了，是吧？哦，看到这是我们的贤者哈尼 ，say hello， 哦，好萌啊！好，这个选手也是，这个怎么讲？我们刚才也已经讲过，应该是我们的。会不会是我猜一下，会不会他玩的是游侠？哎 ，say hello。你要靠着今天简单的靠着 say hello 这句简单的英文，我不能讲是吧？然后开始干个全场。哦，看来韩国队这边选手也是，感觉上脸上就比较轻松。为什么我感觉韩国队的选手都没有满18岁，长得特别嫩？这个可能是我们老。可能是我们老了。好的，也是在这里呢，祝愿韩国队的选手们能够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能够这个弥补自己的短板，打出好的成绩。好的，那么也是稍稍等待一下，选手们马上应该就会试调完毕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个进入房间来给大家进行这个比赛。那么同时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每天在我们的直播当中都会送出非常精美的礼品的 CDK， 游戏当中虚拟道具的 CDK， 包括我们的亮丽的绿色的大鸡翅，以及是包括这个洗点书啊和这个保护药啊等等等等的一些游戏当中的虚拟道具的 CDK， 都会在我们每天的直播当中这个
个为大家送出啊，将会这个持续3天之中，也是就是说分批的为大家发放，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直播，第一手时间拿到我们的激活码，然后这个领取到非常精美的游戏当中的虚拟道具。那么同样的呢，这个我们的领奖地址啊，再次讲一遍是 lg.dn.sdo.com， 也是希望大家这个不要上到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网站，对不对？也是关注我们的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并且是非常盛大的一个比赛，关注我们的龙之谷，相信我们的龙之谷会给你更多更好的一些比赛来呈现给大家吧。我们还是这个等待一下，看到我们现在房间当中已经进入到了几名成员，我们等待他们都这个齐了之后呢，应该就可以进入到游戏画面了。讲一下刚才这个韩国队好了，韩国队算是我们意料之外的，就是说并没有在职业的搭配上面并没有选择的非常棒。我刚刚有没有什么建议跟我们这边主办方的裁判有沟通过，韩国队他们所以怎么说他们在选拔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没有群批的，所以说他们会用弦子来打，但这男世界杯的比赛他是有群批的，这完全就是说打乱了他们就原本的一个构思吧，对对对对，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就算是中间插入了一局这个团队战啊，也是希望他们可以就是说凭借自己实力，就是说不定就是在两局这个全面当中都取得胜利呢，但是太难了，也是有可能的，太难了。我主要对手是莫玄坦，我觉得真的实力非常的高。我在预选赛的时候有这么想法，就是说用弦子3v3就放弃掉就不打，因为你不能有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不能有失误呀，对，这样你就必须要取得胜利啊，这样压力太大了。好的，咱们也是不多说了，赶快来看一下中国队对韩国队的游戏画面。这里是由第八 TV Network 游戏频道的上海海怡数字影城为您现场直播的龙之谷 DWC 全球总决赛，中国队对上韩国队的比赛。同时收看网络直播的观众可以关注龙之谷官方微博或者官方网站赛事专题站，与我们进行实时的赛事互动，届时会有非常丰富的游戏道具、实物礼品以及赛事纪念品等为您送上。我们现在看到是中国队对阵的韩国队，中国队会用什么样的职业来打先手呢？伽马对阵的 Honey 又哦，这哎呦 Honey 又要GG了，我估计话不能讲那么早，那我们伽马君非常严肃的表情，Honey 能不能找到一点办法，但是似乎闲着他没有办法怎么去打这个祭司。你说你先压了死吧，压死但没有输出，你说你压不死吧，对面祭司会过来输出你，你看就是说直接雷暴再爆一下，这个雷暴爆一下，雷暴爆掉，有掌握也没办法抓，能不能推出去，先走一个化身还一个奇迹，喂，但是有奇迹落雷接起来，正当接出去，但是这个弹枪回过来了。贤者，你不能要求贤者他零失误。动机，很正常。